我教的东西呢，会比较着重在气息上面的控制。因为呢，像每次如果我们直接发声，我直接带你们唱啊什么的，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拿来当主体，主体是这个东西。你是说？We should have asked you how long a normal class is. 7 hours. Oh! 我的问题跟你也蛮像的，就是都有一点严重的转假音。对，上次我们是老师，我们来唱歌嘛，好想唱哦。老师，你赶快弹吉他，唱歌。你在搭的时候记得那个It's really good.